喜欢吃我们湖南下饭菜的麻辣，大家可以看一下哦，可以看一下我们的这个香辣豆豉，这个非常下饭的哦，还有我们的梅豆腐，吃到嘴里面入口即化，特别鲜，还有我们的猪血丸子炒着吃下饭特别香哦，还有我们的外婆菜炒着吃配饭都不错，萝卜条脆脆的辣辣的，还有我们的木瓜条也是的哦，脆脆的特别香，嗯嗯，吃着。